脑子反正记忆力不太好，对不对？咱们就直接弄出来一个 intent， 然后设置这个 intent set class， 咱们平常打开是不是都是这样设置的，对吧？在这里边 this 嘛，对吧？这 class 参数应该是从外部传过来的吧，对不对？咱们应该用这个，然后这个东西是直接给它用问号就可以了，或者是应该是 activity 应该是也可以用 p， 然后在这里边你用这个参数直接一打 p 是不是选就行了，对吧？设完这个了吗？不直接打开就可以了吗？你这样不就把这方法也给封装好了？你在外边每次一打开想打开新 activity， 是不是 open 一下就可以直接往里边传？你那个什么一堆乱七八糟的那种什么 intent 你就不用管了嘛，对不对？当然了，你这个东西你说那我不灵活呀，我还要通过 action 打开的，你可以再封装一个同名的这种方法嘛，对不对？把 action string 这个参数 action 传进去，对吧？咱们这里边简化一点，就先封装这么多，大家能够理解这个鸡肋的这个意思就了解就可以了，是吧？这是这个 activity base 的这个它是这么一个好处。另外一个这个其实我在这里边我一般写代码的时候我是不直接继承这么 activity base，我继承的是还有一层这个 activity from， 这 from 干什么？ from 框架意思，对不对？咱们刚才是不是在这里边封了什么框架呀什么这些东西，对？如果你封装的好了，你比如说咱们这里边咱们现在做这程序是不是没有那个标题栏啊，对不对？是不是没有这标题栏？你如果一个程序封装的不好，写的不好了，如果按照一般写了不太好那种思路，是不是那个设置标题栏那个不是这个吗？这个对吧？这个方法吗？应该是这里边那个 no title 吧？稍等，我看一下，应该是 no title。看一下这个是 window。window 点儿就这个吧。你如果程序写的不太好了，你每次你每加一个 activity， 你都在里边要添一个这个，对不对？如果哪天你的领导或者客户又跟你说了，他说我这边我又想要这个标题了，你再给我弄回来吧，你准备怎么办？你要是有几十个 activity， 你准备一个一个都给找，再把代码再给它删了，对不对？过两天他又跟你说了，他说我又想加回去了，这不是没有可能啊，客户的需求真是千奇百怪，随时随地都在变的，对不对？所以说像这种，但是像这种东西又不是说你封装到这里边肯定不合适，对不对？你不是说每个这种都有这种不要这种 title 的这种需求，对不对？所以说我在这里边就专门封装一个针对我这次业务的 activity from， 我在这里边设就可以，对吧？除了 activity from 这种，比如说加载我的这个主布局，把我刚才写的这个 main XML 这个我先给加载进去，对吧？在这里边我还会封装比如说这个方法，这个就是动态的往它那个往刚才咱们这个 body 里边添那个什么嘛，动态的往这个 body 里边添一个新布局，对不对？是不是？打开，你动态添布局，你总不能写一个方法，每个 activity 你都拷进去，然后复制粘贴用嘛，对不对？你如果封装的好点，你把它封装到这个 from 里边，
你是不是每次在你的这个继承的这个类里边，你每次调一个这个 append 的这个 man body 直接给它添加进去就可以了，对不对？但是这些又跟业务具体相关，对不对？你封装到这个 from 里边，对吧？包括咱们可以看到咱们这里边还有什么，还有这个菜单，你的菜单也是很多都需要用吧，所以说你也可以把它封装到这个 activity from 里边，比如说像我这边我就封装了这些，对吧？所以呢下一步咱们就把这个 from 这个也给它手动写出来啊。这个继承，因为虽然 Java 里边不允许多层继承，但是你这种级联的一级一级的继承是可以的，对吧？这样的话我继承下来几个就都继承下来了，对吧？所以在这里边咱们就可以实现那个方法了，比如说啊，对吧？把这个复写里边给复写了，这里边咱们加点什么呢？是不是刚才的这个就可以放这里了？然后这个继承也要改一下，咱这里边就用不着加载慢了，对不对？加载慢了这个放到这里了，包括比较设置标题放到这里了，每次只要你继承了它自动就没了。这时候客户跟你说我要标题不要标题，你是不是找着这一个文件直接一改就完事了，对不对？所以说这种封装的好处也就是这种，比如说可复用性啊，或者是它更灵活，不会出现牵一发而动全身，客户随便说改一个地方，结果你手忙脚乱找了几十个文件在那改。所以说在程序里边这种封装啊什么这种思想很重要，你如果不运用好的话，你写起来程序就会很累，知道吧？要把这种变动的什么这种地方或者这种东西都要给封装好。然后这个里边咱们就封装几个方法吧，来看一下啊。加载这个 view 这个，我们直接每次把这个补偿体加载进来就行了。哦，我引用错了，这个引用到安卓了，把这个给加载进来。然后咱们就可以封装一个方法嘛，先把这个动态的加载这个 man body 这个资源给封装进来，对不对？我们来添一个方法，这个也用这个，返回知识没有，我们方法名叫什么呢？直接我给它复制过来，直接用算了，这个就省一下事儿。这是资源 ID 嘛，对吧？要怎么做嘞？你要动态的加载这个，它里边的要把它加载进来，这个还记不记得当时讲的时候应该怎么做？哪几个？对，先把这个 inflate， 但是在此之前咱们要先把这个布局给找到，对不对？这个布局是个什么？是个线性布局吧，我记得。把这个布局给加载进来，就叫 man body 吧。然后点 ID 点这个吧，之后怎么弄？
是不是要把你的资源给弄进来了？你说到的，把它弄成一个 view 吧，然后用这个 layout， 然后打大写。稍等，我看一下有没有提示，引用没引用？哦，这边转化我要，想先转化一下。这是吧？对不对？然后要把当前这个上下文给传进去，对吧？通常这里直接用 this 就可以了嘛，对吧？然后呢？这个就可以，我们把它传进来的这个要加载的这个布局的 ID 直接动态传进来就可以了吧，对吧？这是根节点嘛，用不着了，那值就可以，咱没有根节点，对吧？是不是？好，接着往下走，下一步嘞，就用这个参数嘛。咱们那是个相对布局，用这个参数，VRAT， 特别这个用这个嘛，对不对？因为你得设一下它的这个，用这个参数来设一下它的这个高宽嘛，就是那边它的那个填充的大小嘛，对不对？原用一个。然后这里边的话，咱们用这个填充两个布局参数，直接用这个布局参数的点 fill， 布局参数。用这个常量就可以了，这两个都是直接给它设成填充，在里边动态加载填充进去，对吧？哦，这个少打，前面少打这个，然后嘞，参数有了，我们是不是现在可以把布局给它放进去？用这个就可以了，这是传参数的。你要加的这个子控件，对不对？然后它在这布局里边的参数，你们看到两个都是填充，对吧？把它也给放进来。这样的话，你动态加载这个资源布局这个就进来了嘛，对吧？然后保存一下。我们在这里边呢，就给它在慢里边先调用一下试试。这个继承已经有了，我们怎么调来？哦，现在加载意义也不大，我们还得进一步再完成一下。但是现在我们看到这个能直接调用往里面加载了，对吧？我们下一步的再实现什么呢？我们把这个刚才把这个九宫格布局也给实现了，行吧？下一步就是把九宫格布局实现了。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界面，九宫格是这个嘛？是吧？这个是用grid view 配合 adapter 就可以了。我们来把它实现一下。在这里边，那么我们就要新建一个布局了，对不对？这个布局我看。我们用一个相对布局吧，这个叫什么好嘞？这个叫 main body 算，还叫 main body。相对布局。
里边其他属性我们先暂时不管它，我们直接用 grid view 吧。然后在 grid view 里边肯定 ID 我们要设一下，因为我们要回头用到它的这个事件啊。这个叫grid view 标签，我前缀就给它弄成 GV 啊。GV 的话，这个叫 app grid， 我说这里边是叫 app grid， 然后它的一些风格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让它自适应吧。然后这里边有几个重要属性，我们来看一下，它这个等于是一个三列，对吧？所以说我们通过这个就可以指，通过它里边的一个属性就可以指定一下它的这个列数，是哪个属性呢？这个就可以。列数，我们指给它指定死，对不对？就是三列，我们先这个先给它指定死。其他的一些呢，我们暂时先不指定啊，我们一会儿运行起来之后看看效果，再就这样慢慢的调整它，行吧？好，等一下。既然有了 grid view 这一块暂时有了，我们。下一步要做什么？加进去你也看不到，是不是？再配合着什么才能看显示东西？对啊，我们就要封装我们的 adapter 了，是吧？所以说它这个呢，怎么说呢？它这个是一环套一环，扣得很紧。adapter 我们就要接着封装了。adapter 按照咱们先前的约定，是不是那个什么呀？建一个 adapter 的这个包啊，帮你来把 adapter 都放进去，对不对？就这个 adapter， 然后在这里，我们就在这个 adapter 里边继续新建呗，新建一个类，叫什么？我这个就用 adapter 这个。作为前缀，然后这个叫刚才叫 app grid 是吧？就叫 app grid， 这个继承 base adapter 对不对啊？这是个抽象类嘛，对吧？里边的几个这几个方法都要实现，对吧？要实现之前，咱们现在还要再做一个事儿。你这布局里边是要加载那个界面的，对不对？你还去又缺一样布局了，这就是不是？还要继续建。我们来继续建一个布局。这布局里边，我们看一下这个里边。这个布局看着就是上面是一个图标，下面跟一个这个名字嘛，对吧？在这里边就这么建，用这个叫咱们刚才那个布局叫什么 ？main body 是吧？叫 main body item 算。就是它的这个子项。然后这个用线性布局就可以。这个是这个直接给它改成自适应算了。